Hello， 大家好，到咗咧最尾呢一个嘅 Ultimate Team 啦，咁佢系集合晒嗰五大联赛最劲嗰堆人啦，咁但系咧如无意外，应该系最底嗰排咧先系老时常出现嘅啫，咁其余嗰啲咧应该都几难抽下嘅。咁我哋咧一开始就做定咗廿零个 PP 啦，因为上次冇乜肥又唔想买金卡嚟做，咁啊净系做清咗仓做咗廿几个，咁我哋睇下咧廿六个 PP 可唔可以中到一至两张 TOTS 啦。咁呢个咧全部都系八十二加嘅，不过咧我哋 review 一次上个联赛系咩嚟嘅咧？二甲啊，二甲最尾咧。基本上除了中了大奖之外呢，那我们 Gadgery Pack 就好像中了这个波索域啦，还是下面那张土耳其的中场，还是调回转，总之其中一张是 Gadgery 啦，另外一张就不知道84加的，那这张古惑大道呢是买回来的，那其余呢已经是没有抽到蓝卡的了，那我将这里这堆呢都是压埋，还有这张二甲龙老时常出现，出现了两至三次的了，咁其余嗰啲咧，全部都系做 SBC 啦，或者就解呢个 OBJ 拆翻嚟嘅。咁二甲其实都算 win 噶啦，因为中咗最贵嗰张，本身佢就第二季嘅，咁但系咧佢今次 out 条眉亦都有嗰张 Leo， 咁啊变咗嗰张咧直线下降嘅价钱，咁就变咗大巴拿系二甲入边咧最贵嗰张卡，咁我哋中咗红卡咧就当已经大胜噶啦。咁啊，抽咗两个 pack 咧，暂时都系84啊，两张，一张83，咁啊84，哇咁快已经 duplicate 啦，咁呢度又有张84，咁张右闸啊相对比较少见啲，就喂中咗第一张嘅蓝卡 TOTS， 咁一个西月嘅龙，但系得88啫，咁金卡就87，滴装啊！看看嚟紧下季会不会是我曼的其中一个新队员啦？咁啊，中完迪庄，中呢个山曹新祖，咁啊，几十年嚟呢度都系得84啫。呢、這个高啲啲，叫做85。咁相信过咗呢个 VN 之后呢，啲金卡嘅价钱应该会大跌，因为应该好多人留咗包嚟开，咁啲价钱应该直线下降㗎啦。咁同埋相对今年啲卡呢其实都好平下，係啲神兽而家仲顶得到啲价钱，话又中呢个西甲嘅左闸。喺咁我哋中咗第二张嘅蓝卡啦，咁啊阿卢，咁阿卢好似就系呢个 Ultimate Team 嘅最平嗰张，就算唔系最平都系最平嗰三至五张里面其中一张嚟噶啦。好，咁我哋第二版同第一版咧，暂时都系一张嘅蓝卡，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剩低嗰五个 pack 中多张啦。奥斯88、84都是84。好，今次第二次出现啦，我哋伟大嘅默默送队长。好，临尾出埋我哋嘅亚洲之光，山东人嘅孙兴文。我哋要清一清啲肥，唔系清一清啲 duplicate， 跟住先可以继续开包。咁我等一等。好，咁我哋咧清紧咗啲 duplicate， 就揾啲 tradable 嘅 pack 开咗先，费事阵间 untrade 又卡住咗。咁都系啦，啲 MM 咧六个定四个，全部都未做嘅，咁所以 duplicate 嗰啲咧就全部射晒落去啦，可以。咁呢啲奖呢都係 DR 啦，同埋就 J
咗啲咩咧？唔记得咗啦。总之之前啊上啊咦蓝卡喎咩嚟噶？阿根廷 L B 哦美籍嗰啲垃圾巴布啊上个礼拜嗰个 V N E 啦，因为中咗大巴拿就冇再抽埋嗰两个 pack。咁同埋就 S B 啦，好似因为上个礼拜二甲都冇乜好抽，咁啊留咗今个礼拜 out 条眉先抽。咁所以尾有几个叫做大少少嘅包啦。咁啊，得金卡紫穗，又系意大利嘅中坚，几廿年嚟丢不弃。好彩飞入部嘅啫，咁可以摆住上去。呢个十二十二。都是金卡最高86跟住84这个就30-30勾条尾诶蓝色喎英格兰吓、啊、喂乜又是你啊陈生果然最便宜的那几张呢咦黐线又是这张西月的龙整你这样都可以丢入其晒两张 PP 做出来的蓝卡那这两张呢基本上都肥料价咁滞的了那么留来之后拎来做一些 icon pack 或者拎来做其他 pack 啦那么费事买啦没什么肉食咁啊！而家要开埋啲垃圾 pack 先，棘住咗。呢只型 block 都冇快，最紧要唔好中丢白旗，棘住咗。呢个80+嘅保底，系保唔到去83以上嘅，真系一张80啫喎，厉害。唉，又是 block 都冇快，仲有张招牌是咩嚟噶？哦，好彩教练嚟嘅啫，教练呢啲啊卖咗佢啦，费事嘥时间嘥位。呢啲有保底嘅，留翻后少少抽啊，抽咁啲垃圾先。啲人明明话75+都可以中到蓝卡，从来都未见过 block 都冇快，顶顶你个肺！好，我哋抽咗呢个82+保底嘅先，紫穗都冇张，脆皮啊，查比亚，跟住就再搭张意甲，唔系嗰张系法甲，老是常出现嘅德国前锋。好啦，终于有紫穗啦，西班牙 CM， 我睇下高啦，见到利物浦86嘅好似。跟住就一堆垃圾，最尾呢张就啱啱中咗75+啦，拎去做 SBC 先。咁又做咗个 SBC 啦，又有个 tradable 嘅 pack， 咁啊80+嘅保底。咩嚟呢？有块 block， 83嘅意甲中坚。呢、这个83+保底，哇！大哥，俾张蓝色嘅嚟睇下好唔好啊？85啊，奥巴美扬啊！唉，呢张又丢不齐咗，顶你！好，咁啊又做咗 SBC， 射走咗佢啦。
我呢啲 trayable 嘅咧 block 都冇快。好，84加有几个，跟住后面仲有啲 rare pair pad。哇，十四加蓝色，蓝色。好啊，好啊，出色啊，紫水都冇张。唉，仲要系雕白旗84添，顶。咁又要揾个 SVC 做咗佢啦。搞掂，我再开呢个另一个嘅84加保底，非常之出色啊！依然系坚持啊，冇止碎。85嘅卡云尼，跟住就一堆嘅丢拔旗，唉，太难当啦！丢拔旗啲 trayable 嘅可以即时，唉，仲有四张又要再清 SBC。好，咁我哋都叫做有 SBC 可以做下。咁有个82加嘅 trayable 做 SBC 做出嚟嘅。诶诶诶，咩嚟噶？荷兰士？诶，云迪克喎，几好。不过唔知而家个价钱系跌成点啊？望下先，30几万？五啊？30几万？20几万？应该就20-30到啦。咁啊 ，set 呢个26-35先，望多次。哦，系咯，有啲人挂紧32万 ，buy now， 咁我照挂32万。咁啊，领翻几百唔系几百万添，黐乸线，领翻几十万先，20多万都好。咁另外有个 mega pad 都系 trayable 嘅，咦，有纸碎喎，86啊！清紧啲垃圾，袋翻1000多蚊。我嚟清埋一啲开有 trayable 嘅 pad 先，咁啊84，哇又系呢条友，老市场出现啊，意甲嘅前锋，好，再嚟84加嘅保底，有纸碎 ，CB。哦，侯姆斯啦，多蒙特，德国嘅 CB， 86，跟住就几张丢拔旗，唉，又要揾 SBC 清位顶，好。今次到82加呢个先啦，嗯，82加有指数喎，今次竟然咩嚟噶？87嘅华拉迪，华拉提啊，哇，好烦，又系呢啲老市场出现嘅卡。好，这个继续抽垃圾，有啲白旗顶你个肺，咁啊 SBC 做咗7788已经冇乜边个可以做，唔好再俾啲丢白旗我，
你就俾啲贵啲嘅肥我做对不起。好，你话84加。喂，哦，利云道夫斯基啊，极高 ray 嘅一张肥啊，我自己系完全入唔到对呢一张，咁啊价值都20多万嘅，咁可以玩几场嘅，咁但系我而家前边基本上就完全冇位摆佢入去。都可以玩一下，今年未玩过 TOTY 嗰张，未玩过 TOTS 嗰张，而家中咗就试下佢啦。又棘咗堆垃圾，又要搵嘢清咗佢。好，已经辛苦，要清咗堆垃圾。有个欧跳未？嚟啊嚟啊，蓝色。哦，蓝碌 J 啊，又系波兰87嘅龙。斯捷斯利，唉，又一大堆，对不起，难过狗啊！哇，咁搞法，成十张。咁啊，费事大家等咁耐咧，我直接 skip 晒啲垃圾包啦。咁我哋抽埋啲大 pack 先。诶，蓝色发妖妖，见到法国，仲谂住有机会系分先嘛？一见到 GK 就收档，哇，顶好多啲白旗呢一个 pack。咁我将88嘅寇斯再加80。仲有92嘅二甲龙咧，唉，咁啊射埋落张巴西右闸嗰度个 SBC 啦，系好乸烦，其他嗰啲又要慢慢拆嗰啲高 upgrade。好，咁我哋咧做咗呢一张巴西嘅右闸，咁啊价值系600,000到，咁啊丢白旗嘅肥嚟计都叫做免费做嘅。我哋再抽埋呢一个24。哇，毛都冇条啊！哇，最高唔系得80，哇系啊，黐乸线，最高得两张84啊，冇升嘅，顶你个肺，跟又疯狂丢白旗，又要玩嗰啲高 pay 啊 upgrade 啊，顶你！嗱，咁我留翻啲贵嘢先，最尾呢两个20张85同埋25张84加。咁啊，85加先，蓝色，咩嚟噶？法国，屌，克罗地亚，诶，克罗地亚就摩迪啦，摩迪而家之前啱啱出都好似有70,000嘅，咁啊三张蓝色啊，金美治仲有一张，哇，屌呢个名叫拜，扑街，哇，金美治都。跌到得翻20多万嘅，莫迪咧，莫迪就30-40万咁上下，仲有张 buy， 喂，又有呢个佢好似个老市场出现，咁啊 kick 住咗几张高 ray 少少嘅肥，咁啊睇下有冇 SBC 可以拆做埋佢先，咁啊求其做埋张迪路菲奥，张迪路菲奥应该迟下都拎嚟做肥嘅。或者而家可以打下二甲杯，咁啊迪路菲奥有一个 trable 嘅 pad 啦，咁啊如无意外咧，都仍然系冇 block 噶啦。好，最后廿张，诶蓝色啊，咩嚟噶？我 CM 咩？哇，见到荷兰中场。就知已经冇行，一张蓝色嘅，佢又系双兄弟，跟住88、87几张，之后一大堆84，哇，黐线！
85啊，三分一到啦，86、88几张，唉。诶，仲有一个欧条眉嘅蓝色，蓝色。Oh my god！ 海底捞月，仲冇第二张，系冇嘅。哇，仲有滨州马，滨州马两球几啊？哇，之后其他全部垃圾嚟。呢、這个 pack 系用嗰个 token 嚟换嘅，换咗个欧条尾嘅。第二高已经去到86咯，哇！黐线，98嘅奔斯马，终于中嗰张贵少少嘅最尾。哦，但系都仲系见唔到最贵嗰啲啊！依然，咁我睇下 icon pack 会抽到神兽啦。我哋望下啱啱一共中咗几多张先？咁啊，二四六八十一十二哦，连埋丢拔奇嗰个阿卢同埋个西月龙啊，唔知十呢度嘅十张、十二、十三张。哦，有一张系 SBC 嚟嘅，嗰、那个阿根廷嘅中场系 SBC。好啦，咁我哋呢 kick 住咗啲肥两日到啦，咁我哋派埋呢个 SB 嘅奖励，咁我今次打到 E1 嘅都系，咁有两个十二十二嘅，第一个十二十二呢系垃圾嚟嘅，得83嘅阿仙奴龙一年龙，咁啊垃圾放题，咁啊仲有一堆 pair 呢两日 kick 住嘅，第二个咁蓝色呢冇嘅，不过张滨州马咧，自从我抽完之后咧，我想讲个价钱即刻插咗几十万，不过都算啦，都叫做有百零万。但系暂时玩咗几场咧，又真系唔系好有惊喜，因为咧始终可能月头系季初嘅时候咧，我张 Facebook 嘅滨州马太劲啦，咁而家中呢张咧，我原本 expectation 系好高的。咁但系用落就唔算好劲，不过可能相对你而家对嗰啲对手啲阵容又劲咗好多。咁不过都算啦，都叫做中咗大奖有八，而家都跌到都有八七八百万咁上下。呢啲 pair 咧完全冇失望啊，因为都估到系抽到呢啲咁嘅垃圾噶啦，又系呢个西甲嘅左闸，抽中咗几多次啊呢几日。咁有时咧啲 celebration 都会几贵下，不过而家又好似 demand 低咗咧，啲价钱又低咗。因为之前啲火影跑嗰啲咧个价钱都买得下钱，应该系话。咁啊抽埋啲垃圾 pack， 最尾先抽嗰个保底包。有一个二甲的保底包，二甲同埋记得咗乜鬼嘢烂鬼联赛。好，咁啊 keep 咗一大堆的金卡咧，拎嚟拆呢一个星期一的 PP， 最后的希望中到牙狼或者包皮。咁呢啲就，唉，睇下中啲平嘅都好啊，卖下钱。咁啊，见到呢个国旗有碎纸咧，九成九都系纳华斯啊！而家都系抽嗰啲 trade 宝嘅先，费事有 kick 肥。CDM 国米嘅波数域84。呢啲系打 Ultimate 级拆翻嚟嘅，咁啊抽埋呢个保底先。二甲哦玩完，土耳其中场名都谂唔出啦，国米呢一个嘅土耳其中场。
不过叫做不是抽次级联赛咧，当赢咗噶啦，叫做93嘅肥。咁呢啲硬吹嘢，睇下 kick 肥就停啦。好，多谢你，默默送到奖。我哋果然已经即时 kick 咗啦。嚟啦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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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垃圾 EA， 今次又系冇保底嘅，同上个礼拜一样，都系纯粹三张嘅 moment 三选一嘅啫。咁系极之大机会咧，系中啲91/2嘅垃圾嘅。咁我赌咗19-20次咧，基本上都未赢过。自从上次3月咧中咗张高尔夫之后咧，之后基本上90%嘅 icon pack 又好啊 ，icon SBC 又好咧。全部都做晒，全部输咁滞，我又唔可以话输嘅。佢有时系咁中丢白旗，又或者佢有时系中完张派，又即刻中埋张 moment， 咁啊叫做小 upgrade 啦，少少胜啦。咁但系基本上都冇乜边张合到队嘅。咁我哋咧睇下啦，屌你老母臭！带你咁辛苦啊！好啊，三个中坚啊，而且最贵嗰张大拣咧系已经持有啊，知道我系呢一个忠实嘅曼联迷啊，呢个铁血队长韦迪同埋呢个费迪南，我真系好开心啊！多谢你啊 ，EA。咁啊，虽然咧好想拣韦迪，但系价钱同埋实用性咧，应该系费迪南咧有用啲嘅。同埋睇翻 Footbin Price 咧，费迪南都系贵啲啲嘅，一张20-00万，一张30-00万，小喇叭，简直就系我呢一个最后嘅拼图啊！睇下几完美呢一对嘢。小喇叭最有希望 VNA。 好啦，咁我哋11 win 之后呢仲有5场正，咁啊费事5场入面要赢3场咁辛苦呢，我哋帮呢个垃圾曼联同埋垃圾嘅我即刻阴德即刻福先呢度咁嘅垃圾，我拎过嚟打 DR 同 payoff完全是不够力的，中间那几张是极是得费特叫做见得下人咯，将班奴呢今年真是费到督屎咁。咦，行同卡喎，咁我睇下佢派定我派啦。咦，睇下佢射出界定派俾我先。咁样样啊，咁啊4场赢2场，即系焗我打埋个14 win 出嚟喎。我哋尝试下睇下上唔上到14 win 啦。咁马达咧虽然系有爱，但系用咗几场真系搞唔掂。好，咁我睇下4场可唔可以赢到2场啦。哇，顶你个肺啊！啱啱4场咧，第一场系赢到轻松嘅，跟住第二、第三场咧系窒到完全都波都传唔到，2场咧饮恨输一球。最尾呢场咧，好彩叫做对手唔系好劲，咁啊一早已经捏咗2-3球，咁临尾有啲紧张，但系都成功可以14-win啊！咁我哋咧4-1同3-1一样，都系抽垃圾。咁仲要哇咁都可以丢白旗，国米嗰张土耳其嘅中场，好彩叫做另一张93咧系未持有嘅。如果不是红卡都丢白旗顶你，哇哇大胜啊！有张94，咁三位咧今季都系buff 咗嘅，同搬来一样。上季咧都几多人用下，今季同搬来一样咧都系过街老鼠嚟。我讲 game 入边啊。咁 game 入边咧冇人用嘅，咁我哋咧睇下呢个 TOTS 嘅 pad 有冇机会翻身，
翻身，翻身。见到比利时国旗就知知知，就算是贵嗰只都是迪布尼，而家都系得几十万啫。咁呢张更加唔使讲啊，得几万嘅古图先该。今年啲肥咧黐线，哇，95都系得几万蚊。呢张又系跌到得翻几万。诶，呢张叫做哇，呢、這个左闸估唔到中完金卡，用埋佢张蓝卡，中咗几张金卡呢几日。咁呢张都叫做有翻10万松啲。咁我哋咧，唉，呢张可以卖，另外嗰两张留嚟之后放自己制咗佢算啦。两张90几 rate 嘅高 rate 肥。好，最后两个包24同埋30，24男子有啊唉，有一秒以为会是文理，高列巴利，唉，睇几钱先，咦，都有10多万，好过冇啦，叫做挂翻135,000先 ，OK。跟住就哇，又系你啊，陈生西甲嘅左闸。呢几日真系唔知抽咗几多次，好拉屎一个，39添咩 pad， 30，蓝色，哎哟，紫水都冇张喎，哦，85嘅舒米高，出色。雕伯奇是没有主光，没有曙光的，全部都是金卡来的。这个30-30最高得85，黐乸线嘅。咁叫做14 win代咗两张10多万嘅卡，即系20多万啦。唉，好叫做好过冇啦，起码有两张 chairable 嘅都卖到过10万。咁一大堆嘅金卡呢？就等礼拜一刷 PP 啦，咁我哋睇下咧，礼拜一有冇机会可以中到大奖，或者睇下下个星期咧，我哋 Icon Pack 再赌过，顶你个肺！咁呢条片咧，暂时到呢度啦，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